世界在这一刻停了，我被城市的夜色渐渐吞没，忙碌的背后是什么？该不是另一种冷漠？但是我一定为你唱到最后，我没有错，是你背叛我放开了手，你自由了却忘了教我怎么降落，以后呢往哪走，漆黑的世界只有我不说，我不躲，爱上你我没有错。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是好人，我哥哥他落得这样的下场不能怪谁，只怪他自己。我们台湾有句俗话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简单的六个字，含义很深啊。好了好了，气氛好像越来越凝重了，我们讲点开心的嘛。对吗，万金大哥，别急着走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嗯。啊，对了，琼姐，嗯，你还会不会回那个房子？不可能，万金，那是你哥哥的房子。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回去，收拾一些我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把钥匙还给你。我哥哥虽然死了，你还是他的遗产继承人，那栋房子是属于你的，我绝对不能要。我也不会要。干嘛？这么好的房子你们都不要？不要的话那给我好了。那个房子你也敢要啊？为什么不敢？那房子死过人，你不怕闹鬼啊？阿静啊，不准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
象还不错，人老实正直，话不多，连名字都觉得实在耶。什么实在啊，万金万金，哦，那么土的名字，你们不觉得听起来像万金油？你才土嘞，药祖。我告诉你，翻开电话簿里面就有800个以上叫药祖，那够土了吧。你以为我想叫药祖啊？要怪你去怪我老爸去啊。哎，关导，你看我要不要改个艺名啊？我们这个圈子啊是凭实力的，你不努力啊，改什么名字都没用啊。嗯，洛川说的对。哎，你记得刚才吃晚饭的时候那个余万金说的那一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只要老天爷看到你在努力，他是不会刻薄你的。嗯，其实也对啊，老天爷其实是很公平的。琼姐本来是关岛的，但是于天君不知好歹，居然来横刀夺爱，结果老天爷看不过去，就让他嗝屁了。关岛，照耀祖这么说，是老天爷有心要把琼姐还给你喽？洛川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注定是你的，他想跑也跑不掉，你想逃也逃不开。现在机会来了，要好好把握住。再说吧，关导，拍戏你厉害，泡妞吧，我看你就跟我学了。哎，有空来找我，我教你个3-5-7招，保证搞定。是吗？你们别听他吹，我不断制造机会让他追周静，结果呢？结果，哎，结果他们来了。哎，你们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啊？他们在聊啊。哎，人跟人之间的缘分，谁跟谁之间的缘分？当然是琼姐跟关岛这一对历劫归来、久别重逢的欢喜冤家。卢耀祖，我看跟你这个人不能太熟，哎，一熟了你就乱没正经，胡说八道的。有吗？我觉得周静比我还严重啊。哎，卢耀祖，琼姐在骂你，那是要吃到我头上。很晚了，我想大家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一觉，不然再聊啊就会聊到天亮了。对呀，伯母，我们要走了啊。走好啊，我们再联络啊。哎，别忘了把电话接回去哦。好，我知道，你赶快走，赶快走啦。你当心点啊，小熊，你早点睡，我先走了。肖小姐已经睡，啊，是你呀，啊？她还没睡呢。嗯，等一下哦。琼姐电话。啊？我的？嗯。谁打来的？你接了就知道啦。是关岛。喂。哦，正准备睡呢，找我有事儿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打个电话跟你报个平安而已。平安就好，你忙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洛川怎么了？没事。他只是告诉我回家了，报个平安而已。啊，哎，以前关岛从来不会这样做的，什么时候学会了报平安这一套了？他大概是怕小琼担心吧。妈，他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琼姐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情趣。关岛开始有进步了，知道什么叫情趣了。我现在心里这么烦，什么都不想去想。更别说什么情趣了。好了好了，快去睡觉吧。等到小琼需要情趣的时候，再通知洛川吧。
生经历过多少事情，才明白爱是感情、投资跟选择。我爱你，就有责任待你好，对你就要有适当体谅，所以我不敢，也没有资格怪你选择了他。正如我说，你的心是向着我。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希望和你重新开始。我会好好的调整自己，人生有你陪伴，必定幸福快乐。晚了还约你出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今天晚上大概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大概是因为你没事了，心情比较兴奋吧。其实我也跟你一样。好像觉得心里有一大堆事情。你有什么心事啊？谢谢你给我这封信。在看守所里，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看这封信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它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有那么好看吗？刚刚在家里睡不着，我没事又看了一遍，最后还是忍不住决定给你打电话。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想跟你说一声抱歉。小琼，我知道你这一次为了帮我救我都拼了老命，甚至冒着中毒的危险，把他居然要害我的毒素注射到血液里。我看过书，查过资料，我知道分量。你放心，不会死人的啦。洛川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给了我这么多，可是我不懂得珍惜，我辜负了。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以为我们之间一切都不会有变卦了，所以没有替你着想，也从来不在意你对我的感受。所以当我知道我终于要失去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即使很后悔，可是又拉不下这个脸去企图挽回，只会觉得自尊心受损。所以在变奏的记者招待会上主动宣布不再和我合作是吗？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能够接受，能够容忍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资格。什么叫你没有资格？因为我背叛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在看守所里接到你转来的信，我想不论你说什么包容我都不能回到你身边。我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不值得你爱。小琼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事？周静。
洛川，你们怎么会来看我？来，请坐。他是陪我来向你道谢的。陶律师，这是一点小礼物，谢谢你，请你收下吧。哎，都是好朋友，就不用了。哎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哎，这个小礼物你要是不收的话，那就太说不过去了。是，你收下吧。看来不收下是确实不公了。嗯，不介意啊。嗯。这手表好名贵啊，不用这么厚礼吧？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看来我再不收下就有点婆婆妈妈了。嗯，哎，其实这一次功劳最大的应该是洛川。洛川，这一次你应该收到一份很重的厚礼吧？你错了，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份厚重的重礼，相反呢，我只希望能得到的是一份很轻的礼物，可惜他还没送给我。你要什么？他给我的一纸婚约，一张纸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洛川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说俏皮话了？哎，再不变就成化石了，注定这辈子没老婆，做光棍。对了，陶律师，我还有一件事情麻烦你。啊，什么事？尽管说吧。我想麻烦你帮我办理一下跟于天君的离婚手续。本来我是刑事专科的，离婚这些琐碎的案子我是不办的，不过看着大明星的面子上，我就破例一次吧。谢谢你。哦，上次打官司的费用给我开个账单，我呢也好给你开张支票。你们来晚了，姚思丹小姐她已经付了。啊，琼姐，哎，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是你，琼姐。要不是你穿着不一样，我还真以为你是你哥哥呢。我知道我自己穿得怪怪的，我没有我哥哥穿起来那么好看，刚才外面的职员也是这样子，先害怕后偷笑。没关系，什么东西都要学，穿衣服也是一样的。我真的好笨，我哥哥一大堆的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穿。怎么了？你也喜欢戴尾戒？哦，不是，
我没有我哥哥时髦，我不喜欢戴戒指。不过刚才我在房间里看到这个尾戒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就戴起来喽。你不喜欢，那我脱下来。不，万金，你有权利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别理会我说的话。对了，你哥哥的遗体呢？我已经拜托陶律师在办手续了。至于他的后事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跟我说好了。到现在你还这样对待他，我真搞不懂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幸福？个性决定命运，你哥哥贪婪的个性，才会造成这样的悲剧。这间公司是你哥哥送给我的，我也不能再要了，我会过户到你名下。琼姐，你真是一点都不贪心。我哥哥碰到的都是好女孩，可惜他不懂得珍惜，也没有好好的把握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想。小熊，你回来正好，我们刚刚吃晚饭呢。你们都约好的啊？是洛川约他们来的。馆长说啊，他一个人陪你不够，要我们大家都来陪你呢。对呀，他还亲自下厨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呢。还有我，我陪馆长去买菜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菜都快凉了，快坐下吃吧。吃饭吧。趁大家都在这儿，我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后天是于天君的告别仪式，我打算去参加。什么啊，琼姐，你要去啊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，有谁愿意去参加的？我恨死他了，我不去。我也不去。周静，你呢？琼姐可以选择不去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不去了，对不起啊，琼姐。没关系。你看，你看看，没有半个人想要去，我看你也不要去了。谁说的？我陪小琼去。谢谢，关导，你应该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，劝琼姐不要去才是。怎么变得跟琼姐一样傻傻的？小琼现在需要有人陪，我就陪她，其他的事我不管。于天君生前虽然多行不义，可是人死无过，毕竟是夫妻一场。他虽不仁，小琼却不能像他那么无义。你们呢，都别说了，就由洛川呢陪小琼去吧。婉金，别太难过了。节哀吧。我哥哥那么坏，你们还不计前嫌来参加他的告别式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你什么也不用说，你想说的话我们都知道。婉金，你打算怎么来处理你哥哥的骨灰？暂时先放在家里，等回台湾再带回去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呢？等处理完哥哥的事情再说吧。陶律师，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陶律师，还是谢谢你。怎么了？他怎么说？琼姐，怎么样？你说啊，是不是陶律师都搞不定？陶律师说，李继红根本就没有错。
如果我和他不合作的话，那在法律上，那100万定金我是要不回来的，谁也告不了他。那岂不是白白送了100万美金给李继红了吗？这都怪那个于天君不好。哎，也不都是他的错了，我也有责任。妈早就告诉我，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，可是我还是上了他的当，主动拿钱给他。琼姐，算了，就当是花钱买教训，反正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以后我们好好合作，一样可以把钱赚回来的。是啊，小琼，忘掉昨天。让我们大家合作努力，一定可以把钱赚回来的。小琼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嗯，我们也是。真是谢谢你们大家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彻底忘掉。啊，可是我已经把于天君送给我的公司交给了他弟弟，接下来我就没有公司了。思丹，你能不能收留我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只要你喜欢就到我那里，你也是老板之一啊。谢谢。哎，想不到你们都在这儿。万金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先坐下来说嘛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决定不回台湾，留在大陆，用我哥哥留给我的一切投资发展事业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万金，那你打算投资什么生意呢？我想加入你们一起投资拍电影，虽然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愿意从头学起啊。万金，我劝你别这样想，做生意这个事情呢不是很简单，尤其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。我建议你还是把你哥哥的房产跟公司卖掉，然后把这个钱拿回台北，这样比较实际。我的意见呢也跟琼姐是一样的。万金，如果你想学做生意的话，可以回台湾做，毕竟在那边你什么都比较熟悉。关导演，你说呢？你是属于朴实单纯的世界，我们这个圈子既现实又复杂，真的不适合你。哎，你别问我，我也是会劝你回去的。哎，你要不要问我一下？啊？哦，不用了。看什么看啊？没看过女人的，神经病。好了好了，回家再说了啊。哎，搞定了。老公。啊，搞定。嗯，哎，肖琼真的不会跟我们要回这笔钱吗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送我这笔钱吧？不是，是刚才的电话。刚才是什么人找你啊？我老婆，她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，走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当二奶的，我打算跟她摊牌离婚。啊？这不太好吧？你不想跟我结婚吗？我当然是想当名正言顺的李太太啊，可是我不希望因为我破坏你的幸福，更不希望别人说我是第三者，而且离婚对你的形象不好，对你的事业会有影响。我都替你想好了，我可以为你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支持你，帮助你啊。嗯，你真懂事啊。啊，知道我的好处了吧？哎，现在去哪里啊？哦，去吃饭呢，顺便聊一聊，看可以找谁来投资啊。还要聊啊？于天君的弟弟是个很好的人选呢。他，哎，可以考虑哦。啊，走吧。嗯。哎，两位是？于先生，不认识我们的？好像在法院里见过面吧。对，我们是你哥哥生前的好朋友，老搭档。这位是李继红，李董事长，我是他的秘书裴文。哦，啊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好，随便坐吧，我倒杯茶给你们啊。哎，于先生，别客气啊。啊，就我万金好了。啊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请问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啊，李董的意思呢是想来关心你，慰问你一下。谢谢两位。别客气，我跟你哥哥以前的交情非常的好，而且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第一眼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他一样，非常有亲切感，是吗？万金啊，你哥哥去世你心情一定不好，要不要我们陪你去喝点酒解解闷儿啊？我不想喝酒，我们聊聊天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回台湾啊？还没有决定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大陆把你吸引住了？真的有一点。大陆啊，是一个发展机会很大的地方。那你想不想学你哥哥一样，在大陆投资做点生意啊？我也有这个打算，但是，一来我资金不够，二来我又没有门路，所以对我来说蛮困难的。那有什么困难的啊？门路我有，包你一定赚钱。至于资金嘛，啊，我们听说萧琼把你哥哥的公司跟房子都还给了你，那你把这些卖掉，资金就不成问题了。哦，真的可以赚钱呢？哈，像你哥哥那么精明的人呐，也要跟我合作，那是为什么啊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的生意啊，稳赚钱的。对，哥哥比我精明，比我有本事，不像我这么笨。你这不是笨，你是老实。对对对，李董就是看上你老实才邀请你一起合作的。谢谢李董。不如先让我考虑一下可以吗？那好那好，我们就等你的答复啊。我们先走了。我送你们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再见。慢走慢走。再见再见。婉晶，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是有点事。你说呀。我决定把哥哥留给我的房产都卖掉。你终于想通了。那好啊，什么时候回去？我。你该不是不想回去？我还是想留在这里投资做生意。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想留在这里呢？你们不肯让我投资拍戏，我本来是死心了。后来有一个叫李继红的愿意跟我合作，所以我又有了希望。什么？你要跟李继红合作？是啊，他说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，老搭档，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不行，婉晶，你千万不能跟他合作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个好人，他不可靠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就是因为你们不肯让我合作，我才这样做的。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，他不是个好人，你千万不要答应他。琼姐，如果不跟他合作，我可以跟谁合作？说真的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在大陆投资不可。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心愿。什么心愿？我要替哥哥完成他在这里没有完成的梦。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？对，非常重要。会比你妈妈还重要吗？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，你把他留在台北不管，为了一个死人留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，你不觉得是很可笑吗？老实说，这是我妈妈要我做的。你把我弄糊涂了，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？其实我妈妈对我哥哥是又爱又恨。哥哥死了，她很伤心，她叫我来大陆把哥哥的骨灰带回台湾。但是哥哥做了太多的错事，妈怕把骨灰带回去会羞辱祖先，而且所有的乡亲父老也会不谅解他，但是又不忍心哥哥成了异地的孤魂野鬼，所以要我替我哥哥赎罪，在这里做一番风风光光的事业，将功抵过。然后才把哥哥的骨灰带回台湾老家。说得明白一点，就是要我替我哥哥做一些光宗耀祖、光耀门楣的事。你妈真要你这么做吗？因为这是我们渔民的传统，每一家渔民都会有同样的做法，这样才叫有种，才能够挽回面子。你们城市的人是不会明白的，所以我妈宁愿一个人留在屏东，也要我在大陆做这件事，不管有多么的困难，我都要完成这个心愿。可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光耀门楣呢？这个很难说，但是可以从乡亲们的态度看得出来，所以我才想到拍电影，
如果能够拍出一些好电影让他们都看到，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余家两兄弟有出息。好吧，那我就接受你的加入。真的？那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虽然同意，可是还有洛川啊和公司其他的人，还需要他们同意。那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帮你。哦，就是这样了。反正我把于万金的情况都跟大家说过了，他很想加入，怎么样？洛川，你的意思呢？斯丹，你呢？我同意。现在是3-1，我不赞成也不行了，更何况我又不是老板，根本没资格做决定啊。你呢？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吗？2个礼拜以后给你们答案。陆耀祖，此人没半点正经，他都在谈事情。那就换一个礼拜嘛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答应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一定答应你们，从头学起，任劳任怨，保证你们满意。谢谢你啊，耀祖。啊，可以任劳任怨是不是？是。那太好了，正好缺一个扫厕所的，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耀祖，万金虽然老实，但是他也是老板之一啊，你不可以因为他这么老实就欺负他。干嘛？开玩笑也不行啊，干嘛那么紧张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，扫厕所就扫厕所，无所谓。万金，别聊这些了。洛川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反正我们一起合作，我想一家公司也就够了，两家公司实在是没有必要。我的想法是呢，把洛川的工作室结束掉，搬到万金这儿来。一来呢可以节省开销，二来也省得跑来跑去的。哎，这个看法怎么样？小琼啊，你现在开始有商业头脑了，省掉我那边的租金，开源节流，我当然同意了。这么好的意见，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吧？不过两家公司并起来，新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万金，你也不笨嘛，这么快就想到这个问题啊？哦，因为我们淘海的都是这样子的，譬如风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想怎么办怎么办，鱼价降了，我们又会想怎么办怎么办，所以我会想的事情也特别快。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起码比耀祖聪明。哦，你那么棒那么聪明，那你知道新公司该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就要拜托大家了。哎，我想到新公司的名字了，说来听听啊。振宇国际集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振宇，我这个提议啊是很有意义的，主要呢是纪念斯丹他爸爸，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投资拍变奏，我想今天我们大家就不会聚在这里了。对啊。哎，你对这个有兴趣啊？这个很奇怪，还可以玩牌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蠢猪啊你！这叫电脑。电脑？哎，你不要烦人家工作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个东西更好玩。哦，什么 ？Copy， 你听过没有 ？Co， 什么？就是影印嘛。来来来，你跟我来。这叫影印机，你们屏东有没有？哦、
好像没见过。来来，我做给你看啊，我教你啊。啊，来。你看，一模一样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神奇，神奇。哎，还不止这样哦，连手也可以印出来哦。啊，真的？我印给你看啊。哦，来。来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不可思议哎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小 case 而已，连你这个笨头啊都可以印出来哦。啊，我的头这么大哦！哎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来来，印印看嘛，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别忘了要做表情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你帮我按开关嘛。不要啊！本以为是你的画面，本以为你不会出现，为何你来了又走远，让美梦变成谎言？善变，没想到你会说再见，留下的每一句誓言不会再实现，就让我留在梦里面，还比较容易相见，留在梦里面还能多爱你一些，让我多爱，就让我留在梦里面，多看你一眼，让我留在梦里面，把你留在身边，就让我留在梦里面，还比较容易相见，留在梦里面还能